天八大陆摇篮六八八九摇七五九天子邮箱 hakka@cri.com.cn 邮箱地址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卢沟派公区翻译中心客家之声邮政编码幺零零零四零客语传情生生不息 客家之声。 来欣赏的是连本大戏这个叫做《悲欢女求》，是台湾歌仔戏的一个过去呢，就是一位这万景的女求婚哈。那宏观了过十年，伊的这小弟呢，是四岁啊，啊，这部十年来呢，一直在退一化完化完景。那这完景到底是安怎引起的呢？是安怎一回事呢？今仔日啊，咱来听东丽凤甲柯秀莲老师来连贯献演的这个。那首先呢，先来听到啊，就是第一场，第一场呢，就是《暖桥化完》来欣赏。